好的，我们接着来收集一下这个亚利洛这片区域的成就，总共的话有三个。大家先来到我们这个行政区，我们来到中间这个广场的传送锚点。过来之后，我们视角往东方向，然后前面的话有一个卖爆的 NPC， 好，找到对话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选择第四个，就是我们的矿工周报，然后购买一下就可以获得第一个成就了。那接着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我们城郊雪原，好，左边这个传送锚点。过来之后，我们往这个西北方向，在这个前方的话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熊。好，我们第一次找他对话的话是可以获得一个成就的。那除了这些的话，还可以获得一些道具啊。然后这些道具的话，大家可以换不同的角色啊，和他对话可以获取。好，下一个点位的话，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机械聚落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直接找一下这个斯瓦罗啊，就在这个前方。然后这边的话，选择第二个，和公司的人相处的如何？然后这边的话，选择这个，然后我们选择关闭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成就啊，第三个。好，这期就到这里。